安怎？总裁跟我代志。王总裁保证无代志，对方无错人啦，都干那拄只抓住王总裁迄个人尔。你即马伫咧倒位啊？我伫都更区啦，王总裁叫我带伊只。你是讲旧公寓迄边吗？是啊。今仔日当头顶的客话，就是一边伫咧都更区，一边太古公寓，一边伫咧顶的现场，江时阵动工。安尼就是象征有破坏才有建设，故宫那边就要开始拆啊！因国甲王总裁掠去啊，敢讲？伊就是想要让王总裁拄着危险，看咱是毋是变敢救人？哦，唔对，包括现场遮已经有真侪卡土机，还佮有大型的机具进驻，准备要动工啊！若是王总裁我伫内底，恐惊真正有危险。阿强，你一定要保护王总裁，麻烦你啊！你放心，我会快速办事啦。李王总裁安全无忧无虑，咱保持联络。多谢你啊，老公，咱今嘛要放较轻松的。既然对方是条狗要试探你，安尼咱就好好演一出。定位显示，总裁王关在房间内，我想办法把门破开。我说，总裁，我来救你啊！我知啦，总裁。哎呦，总裁，你安全，本来是我责任啊，别搞事得上，我来跑边啊。你这小助理，哪在你家？是王上豪跟高人美个讲的。你这小助理阁真巧呢，怎用手机啊甲你电话？啊，不过我要钓的，不是这只黑边，是搁较大尾的。我无时间啊！我即摆就伫遮，打电话给你的学生，就讲你叫我绑掉的，看伊愿意用偌济钱，甲你收。啊！啊！你会甲我绑一下，表示你知影我的身份啊。所以你爸咪嘛知影，我后生甲我已经贴破面啊。伊即摆愿望应该是我赶紧啊，为这些跟消息其他地，哪有可能付钱来甲我收的？莫遐戆啊啦，加了工的啊！哼哼，是毋是加了工？我直接打电话给伊，你知影？同学若看到是我的手机啊卡的，到时候无会讲是我，若讲唔对话，那就别讲啊咧。死老狗，你是活生了是无？我的后生已经对我真无良拜，我不可能帮你去找伊的麻烦呐。喂，王总裁。你是不是先送下？你偷回去啊，是不？我的血赚你了。状况安怎？刚回报。王总裁有打电话给我，煞无讲话，唔知影即摆啥物状况啊？阿强，咱伫感冒房，王总裁求出来，万一对方是打电话来试探，阿你有得别坑啊？即摆搁未着别坑的代志啊，总裁安慰较重要。
啊，动土仪式就要开始啊！你明日去处理，我去看下状况。可以较细节哦。我知啦。恭喜恭喜！哈哈哈！哈，杨总裁，今仔日啦，是应节好日子啊！这么大商业机会，对应总裁来讲哦，是大新闻，大家拢心情甲流水暖。你啊，要飞上天啊！多谢你总裁啊！啊，不过即马拄开始尔，刷了这是挑战啦。多谢恁哦，去饮水以后，靠恁牵线啦。虽然讲哦，是王总裁跑来起做，啊，不过交你嘛不会讲啊。哎，王总裁，今仔日是辛苦这么侪年，上想要看到的结果啊，那也无伫遐满面春风接受采访啊。我唔知三国志的人哦，较爱风神，所以过去拢是咧接受采访。啊，即摆应世是同好咧欢，当然是同好主持典礼啊。哦，哎呦，看袂是因为伊拍基础，啊，结果后生享受成果，特别爽，连当头顶咧拢无爱来。袂啦，哪会安尼？啊，王总裁咧？哦，我拄好要去找伊啦。哎，真正无来，爱国你也请。虽然讲伊即马暂停勇士集团的集权啦，啊，不过公司的大代志呢，影响着勇士集团未来的发展呢。伊说咧，顶无要来参加，啊，若是记者问我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讲。看王尚豪公家呢，伊敢真正咧搬戏，是讲伊唔知王尚豪好难人压掉呀。好啊啦，啊你毋是毋知王总裁个性啊，伊足够头派的，即马你安尼甲伊硬拄硬，伊当然嘛更想多想。讲到底，我得少想伊啊！老烦顶啊啦，无啥物计较，我得离开啊！啊，我离开以后哦，你煞来找我，搁放落软，讲啥物就对不起我诶！哎，变价啊，搁 OK 绷哦，拢穿便便啊！讲要啥物替我安尼抹药啊？根本是因为哦，金牛座还搁有年纪诶，伫演戏互你看。啊，我若是袂配合伊哦，转去互阮妈妈安尼臭头啊，我就配合演戏，回头抹药啊。对啦，啊，大家拢劝和不劝离。我刚刚想讲要替你两个爸仔的关系疏远，包括各路这边的事情。想袂到三口这个校长啊，真正是老翻天啦！还是讲，另外一个为何应世这个形象辛苦啦？好啦，三口，啊，代志已经过去啊，你就较紧来。既然王总裁无想要来，敲电话阁唔讲话，你就把态度放较柔软的。至少今仔日卖人去记者那边去。恁讲你不好，恁拢不要去，万一哦去影响到这大学生的状况。王总裁啊，恭喜恭喜嘞！李处长来啊，我去拍一个招呼。李处长，哈哈哈！啊，真欢喜，恭喜！敢是咱误会啊？王尚豪跟王尚可的感情也未会好。管因是真还是假，话伫王三无即卖，互咱人压掉的，咱要继续甲做试验。不管最后结果安怎，对咱拢无坏。王总诶，他住我办公室遐，收着一支笔呢，你看者。袂啊。署名啊，内底是写讲哦，爱替天行道，因为有杜刚的大号提保险无介侪啦，讲啥物勇士集团为富不仁啊，迄像大号的租厝，即卖哦，请吴三号去讲话，啊，我去这个地址找人。这个地址就是我要去听的故宫屋，啊，不过咱若是无过去，王总裁想袂了发生啥物代志啊？那发生这落代志啦，迄边的故宫屋拆掉啊。我就甲董作天的同时间进去啊，无唔对，董作天安尼决定就是象征有破坏才有建设，意思就是更加好的未来伫废墟重生。那是恁即马去叫王总裁，一定赶回府回来做起董作天的。人命关天，当然卖先救人。
会不会去解救王总裁哦？就恐吓信尔的，啊，咱对你欺负哦？不可能啊！故宫的那边哦，我再来叫工人哦，彻底检查，爆破进程哦，公安维护一定要做好势，不可能有人会当入去。啊，不过咱嘛袂用躲啊，是不是应该先去看林姐？还是讲叫伊那边的拆除工程先暂停，至少看林姐是不是安全？讲哦，还是先去看一下安心啦。国家讲伊是你爸爸呢，万一甲阿基遐人有啥物企图，啊你无去甲救，后果顶多更加严重。我着认定上张虎是咧自导自演，就是咧乱的啦。小心无是本啦，及时要到啊啦，麦当我着量身及时。来啦，大家坐下来，来。继续办你这开工动土的典礼哦，啊！你若是办到一半，我人安怎呀？我再看你有材料去办落去无？你有敲电话给我，我叫是讲哦，你是迟到啦。哎，量身及时拢用定好，遐尔大个工，啊，动土典礼那用法庭就停啦。你敢知我想来放你啊？我互霸气，霸气哦！咱即马要拆掉遐公务内面，我想了无命来个遮。三哥啊！是啦，人同好又去收了一个恐吓批嘛，啊，内底写啊无头无尾，也毋知影是真也是假的啊。是啊，你搁咧张，我叫是讲哦，是你家己自导自演啊，想要破坏这动土典礼。恐吓咧张，你就毋知啊假哩。哎呦，莫安尼啦，啊，今仔日是好日子，莫不甲遮尔啊歹看，你还没叫红笑，莫甲同好拍七分。我今物咧教我囝，你管啥？免你管啦。啊，够有啦！我这是勇士集团的总裁，我无挡土，谁敢挡土？拢来开兵！玉兄啊，安尼欢喜啊！老饭店就是老饭店啊。既然有当着土，意思搞对个啦。为着应酬后摆吼，嘛是要搞少年的经营嘛，你要看我较清闲啦。不过淡薄代志，无先来走吼。